的，然后呢，如果弄不好啊，到时候重新，咱们这儿要么重新再给他弄，要保证质量，哎，不要到时候又不承认，又不那什么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推测，乱七八糟。想想一个跟自己争呀呀，吃了那么得劲，那是不现实啊。对，比这个钱也。对啊。咱们这个要求不要太高了，我以前一样呀。对。是这样。弄就弄个，要不弄个好的，跟你弄个好的，然后呢，他这边的话比较有保证，好吧？啊。好吧。好吧，啊，嗯。给你弄个好的，然后呢，就不要在这个牙上面做烦恼了。啊，我给你出钱。但是咱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弄了好的，到时候要没有弄好，啊，一定要有保证。你要实在就是说感觉不行了，你退了就是，嗯，好吧，给咱好好的弄啊，咱也诚心希望老人这个每天过得很痛苦，因为这牙的事儿。